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多项式可以因式分解成这个样子，那么他问 CD 等于多少？那这两个要一样啊，我就最简单就是把这个展开嘛，这是九分之一哈，把它展开就 S 平方加 2AB 加上 2DX 再加上 D 平方，那这个等于是吧，等于是九分之一 S 平方加九分之二 dx 再加九分之 d 平方，然后对应系数，第一项跟第一项一样嘛，第二项跟第二项要一样，所以二的话等于九分之二 d 啊，九分之二 d 哈，等于二嘛，啊 c 的话等于九分之 d 平方，c 的话等于九分之 d 平方。好，那现在这个2可以消掉嘛，就等于1，所以呢 D 就等于多少？ D 就等于9嘛。好， D 等于9带进去，9的平方约分，这是9分之9的平方约掉了，这个等于9，所以 C 等于 9， D 等于9，所以这个是等于9跟9了。